淮南王刘安，居淮南豆腐山，修炼仙术。天降奇石，化石为炉。刘安广集豆类，炼取仙丹。一日，豆子幻化成形，自成一族为豆族。豆族拜刘安为师，他们在无意间发明了豆腐，流传一方。刘安将毕生所学的仙术教于豆族，腾云驾雾，御物飞行，水火不侵。豆族跟随刘安潜心修炼，仙术之道博大精深，需常年修炼才可掌握。怎么了，豆腐？师傅，我是不是不适合炼仙呢？那你喜欢仙术吗？喜欢。喜欢就要坚持，只要你坚持，就一定能得道升仙。相信自己。嗯，师傅，我相信您。多年之后，刘安修炼得道，升天成仙。斗族持续修炼，可升仙的神话并没有重演。炼仙的斗族有的发疯，有的失踪，仍坚持炼仙者只剩下失望的豆族逐一放弃仙术，靠着做豆腐在山下建立起豆腐镇。再来一次，第一步放松，第二步念咒，第三步毫发无声地穿过墙壁，第四步，等我练成了穿墙术，一定让你们知道仙术是存在的。第四步，请喝。师傅的香火断不得，
师父高高在上，香火越烧越旺。徒儿，最后，师父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这个香火有点多，您慢慢消化啊。早上好，需要帮忙吗？帮倒忙的吧你。我来帮忙。玄门道法，借力天尊。天尊不见。去，神经病。这神经病的写法我也会。赖得跟土豆似的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天尊借力呀。天尊借力，通通搞。好吧。现在都还没找着，真后悔当初让他去练什么仙术。听说练仙术的都把黑色的怪物给吃掉了。大师，求您给小的指点迷津呗。哟哟哟，我要升仙了。怎么了？屁股太大升不起来。是挺大的。道夫。豆香，都嘘，先让我检查一下，笑一个，哭一个，怒一个，我的豆腐果然不同凡响，练了这么久还没疯啊！只有我一个豆练仙术了。哎呦，禁仙令都贴满全城了，其他豆哪还敢练呢？可是，师傅刘安说过，师傅等会儿再说，你先说，想我没？啊，想我没？有。切，演技真烂。我给你做了豆腐，快吃快吃，啊。哦。嗯。啊。预知未来，以史为镜。我写过这样的签子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好吃吧？嗯。啊。问你呢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你多吃点。不好吃就装作好吃。
这个好，想要好生活，找个好老婆，精辟还押韵。豆腐第一香，美女是豆香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呢？太诚实了。哎，镇长，季县令的告示我爹来你听好了，失踪的斗兽也在加紧寻找，这次一定要进得彻底，不能再让一个斗族失踪。是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预知未来，以史为镜。以史为镜？难道斗史馆？光天化日，胆敢强抢炼丹炉，放开他！不是我。黑衣豆，快追啊！黑衣豆，哼！啊！镇长，你平日里四处捣乱，我身为镇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要是没注意到禁仙令，我勉强再闭一只眼。现在。却当我瞎了，偷起东西，这你可就别怪我了。送他上山。是是。嗯。哎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快快快快，不是我。快走走走，不是我干的。
老夫，老夫，宋江，不是我干的。父亲，为什么炸豆腐？违背禁仙令，偷偷炼仙，本就是重罪一条，现在还偷东西，一定是误会。我相信豆腐，他那傻劲儿，不可能偷东西。女儿，你的心意我知道，豆腐是怎样的豆我也知道，可他为了炼仙都成什么样子了，再任由他胡来只会害了他自己。只要他放弃仙术，我立马放他回来。真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想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炼仙，炼仙有什么好？就是就是，像我们这样多好，有个稳定的工作，娶个好老婆，准点上班下班，吃吃喝喝，打打麻将，这不就是神仙的日子吗？就是就是，炼仙的不是失踪了，就是疯了。哎，希望你是最后一个了。上去的都有去无回，连豆渣都看不到啊。去呢，胆小鬼！怎么着，想吵架？能说的别吵吵。老娘指挥，这儿没有特殊仙术，不可以练，不可以提，不可以想。贬落凡间，沦落至此，本想低调一点，隐藏高贵的身份，没想到还是被你瞧出来了。嗨，都怪我仙气太重了。大仙，我潜心修炼仙术多年而不成，求大仙指点一二。不不不，最好指点个六七八九十。
哎呀，真是有缘呐、啊！我看你斗骨清奇，从头到脚全是慧根，与仙法有缘。我且教你几招，看看你悟性如何。多谢神经大仙，我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不行，一分钟以后，两分钟以后也行。今天、明天，咱们还是现在就。哇！啊啊啊！大仙，大仙。仙术博大精深，本仙自然也博大精深。本仙可以把热水变冷，看好了，急急如律。哇！别急，一会儿水就冷了。哇！本仙还有和水果沟通之术。嗯，你说什么？啊，你说你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天降仙术于斯斗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所以本仙为你早日成仙，今后有脏活累活你来替我干，你有好吃好喝我来替你吃，你若能接受，那就说明你有很高的炼仙悟性。介绍介绍介绍，悟性可高呢，以后您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就当伺候姑奶奶一样伺候您。不错不错，你比我想的还有悟性。那大仙赶紧教我吧。待本仙先运口气。呀、啊，大仙，大仙，放风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甭来这套。我好伤心呐、给你吃。大仙，这些豆怎么都神经兮兮的？你看他们神经兮兮，那正说明你是正常的呀。啊？喂，小丽呀、啊，是吗？哎，进来了。啊，不不不，啊，不是说你啊，宝贝儿。一会儿找你啊，先挂了。没事没事，女人嘛，来兄弟合个影。来，茄子，有事打给我。好喽，小伙房啊，好久没联系了。这些雕虫小技，2000年后满地都是。雕虫小技都这么厉害？哎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了上乘仙法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回头本仙自会教你。大仙，仙界漂亮吗？是不是到处都是神仙？那是当然啊。你知道吗？神仙都是黑的。啊，黑的？打今儿起我教你穿墙之术啊，修成之后你只要穿过这道墙，就是升仙之路，你便可亲眼目睹仙界的一切。升仙之路啊，升仙之路。哎，让开。你说你要去升仙之路啊？啊，我知道有一条捷径。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那条捷径可以去升仙之路。跟我来。你说的升仙之路在哪儿啊？你是谁？护士，这里有个疯子一直跟着我。护士，啊，护士，快跑！我在跟你说。
的情人啊！天人合一，大仙何止是大仙，简直就是大仙，用一个苹果就能参悟全宇宙。你想的太多了。想多了。哎呦，你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时机了。只要时机一到，你就可以升仙了。再等等，都行。我忍。豆腐，居然有人来看你！
事没事，变瘦是练仙的必经之路。你还在练？我马上就要练成了。大仙说了，只要时机一到，我就能升仙了。大仙？什么大仙？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你父亲把我关到这儿，让我遇见了一位活生生的大仙儿。让我隆重介绍神经大仙。嗨，我只是贬落凡间，能呼风唤雨，上天入地。假以时日，我也可以像他一样。冻死大仙，冻死大仙！天也疯啊，地也疯，是非转头一场空。哭也疯啊，笑也疯啊，一杯浊酒尽情空。你也疯啊，他也疯啊，何来笑我痴人疯？一个真正的大仙，我心外高度。够了。赶紧走，我爹说了，只要你放弃仙术，马上就能回豆腐镇。现在连你也觉得练仙的都是疯子？就当是为了我行吗？豆腐师父说过，我一定要坚持。那你就在这坚持吧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。哎呀，不要管他了，女人都是神经病啊。本想我掐指一算，现在就是你上山升仙的吉时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啊？哎呀，本仙也是才算到的嘛。三日之后，七星连珠，天道开启，你要到豆腐山顶淮南王府去，在那儿升仙。可是怎么出去呢？穿墙啊！撞墙吧，道仙！心吗？跟着我。谁跟着你了？这上山就这一条路。你上山干嘛？那你上山干嘛呀？只要我登上豆腐山顶淮南王府，就是我豆腐升仙之时。可我听说这升仙之路是有去无回呀、啊、我还听说这山……您慢慢说，我先走了啊，我还要赶路呢。老太太，您一直跟着我干嘛？都说了，上山的路就这么一条。也没了。看我的。急急如律令。Yeah!
有路了吧？等等，吃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上哪儿给你找好吃的去？不好吃，就装作好吃。哎，你说话真像我一个朋友。嗯，谁呀？他叫豆香。我偷偷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到处说。他做的豆腐别提多难吃了。你说什么？有那么难吃吗？不过我现在还挺想吃的，等我得到升仙了，我一定回去找他。你去找他干嘛呀？做豆腐啊，用我的仙术帮他做出天下第一美味豆腐。淮南王府，这是师父当年升仙的地方。师父，七星连珠，大仙果然没有忽悠我。师父，
若今晚是斗福升仙之时，请师父给徒儿一点启示。师父，斗福准备好了。升仙以后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师傅，豆腐，师傅，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你。神仙，大仙果然没骗我。炼丹炉不过是我们黑斗族的一颗能量石而已。在很多年前，我们被斗星球的斗族们驱逐。凭炼制就收集能量石，可是在经过地球的时候，我们的能量石掉。糟老头捡走了，我以为那是神仙给的。这家伙不光捡走了能量石，还把它做成了炼丹炉。最荒唐的是，他们竟然以为那是仙术。难道仙术是假的？不是的，豆腐，仙术博大精深，应该是我们没有悟透，他们绝对不是神仙。这两个傻瓜到现在还以为我们斗族的高科技是仙术。你可以否认我，但是你不能否认仙术。你的能量都被我吸干了，还说什么仙术？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一切皆有定数，这是我的劫数啊，我的劫数。师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语速则不达，当年为师修行未满，却急于求成，才会有此劫难。豆腐，你要相信仙术，不是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烦死了！师父，可
可你没有升仙，我到底该相信什么？等你练成疯子时，我照样拿你当好朋友。哟，大师，求您给小的指点迷津呗。可他为了练仙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只要他放弃仙术，我立马放他回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报告老大，我们在山下抓到个老家伙。先给我压着，待会儿我自有用处。是。豆腐，是你吗？豆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升仙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在哪儿啊？豆腐，你说话呀，豆腐！我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！豆香，哟，老相好啊！豆腐，我就说过，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仙术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现在就给你看看什么叫做仙术。都是不，都香，都香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就让你们团圆。你这个混蛋，我跟你拼了！就凭你？我就陪你玩玩。让你领教一下斗星球的仙术。新能量收回豆腐镇剩余的，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了，一个不留。不留，不留，什么仙术，什么豆腐，片甲不留。不留，不留，不留。被驱逐的黑豆们，今天将会是我们见证历史的时刻。黑豆，黑豆，黑豆。干掉他们！
真漂亮。说过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我的豆腐果然不同凡响，练了这么久还没疯啊！现在连你也觉得练仙的都是疯子？这两个傻瓜，到现在还以为我们斗族的高科技是仙术。师父，我到底该相信什么？坐起来。豆香，豆香，仙术是假的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不，你是真的，你的坚持也是真的。真的，我就是个笑话。你说的对。我早该放弃仙术。豆腐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豆香，Thank you.
七星连珠。三日之后，七星连珠天道开启。怎么样？为什么窦香他？窦香把生机留给了你，而他
不会的。不会的。天下万物皆有定时，死有时，生亦有时。豆香只是未到反生之时。可师父，时辰已到，你我都已修成正道。师父，这就是我的道。人各有道，不忘真心。做豆腐，炼仙术，皆为道。老样子，豆腐啊，三块。沙潺潺夜夕，初雨迎风在摇曳，怀念忘在此前下一夜传奇，关于豆腐的秘密，一派宁静的这里，豆腐浓郁的香气飘
在寻常巷弄里，这是我所深爱的独享，永不放弃。这是自从无记载的梦境，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它的道藏陷入浮云，名利常费尽，爱已飘零，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？江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，这是外桃源，有你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红尘缘分如目的，舍下思念隔距离，想你落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谁能够为我解释这谜？